嘿，大家好，我还行。哦，嘿，大家好，我准浩。今天的影片我们带的是主卡，但是带着悟空的装备来袭击整个传说战场的一部影片啊。那为什么主卡其实不太适合出暴击装啊？之前不要说之前了，其实现在你说适合嘛？我觉得也还好。原因就是在于主卡的强化普攻跟悟空的强化普攻其实不太一样哦。主卡的强化普攻是额外增加的伤害，它并不会触发到暴击的。可是悟空的额外普攻，额外的伤害是可以触发暴击的。那甲虫的额外伤害也是可以触发暴击，那主卡就不行。所以主卡呢，你出这个全暴击装的伤害会差这么一点。好，但是呢，我们还是来试看看。毕竟什么，这时代讲求什么，眼见为凭嘛，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尝试一下，到底主卡出了这个暴击装猛不猛，强不强？但是在片头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啊。那这一套装备呢，基本上到后期每一下普攻都可以打出暴击嘛。我们稍微简单的讲一下主卡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它的被动呢，每15秒的 CD， 你呢在攻击到敌方英雄的5秒内，你可以增加 15%， 然后到每提升大概5等，然后4等，你可以增加2%，所以就是15%、17%、19%的攻击在5秒内。那再来呢，他的一技能跟大招，一技能跟大招结束之后的下一下普攻是有范围伤害的，所以呢他可以一打多齁。但是呢二技能呢，他的这个额外普攻的伤害呢就没有这种扩散的感觉。好，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好，那再来他就是他的二技能的护盾的多寡以及回复血量的多寡取决于主卡本身的攻击力，而不是他的血量之类的哦。那这边这几点呢，大家都搞清楚之后呢，我们来详细解说一下这个战场。那我本来想说要在这里蹲对方的貂蝉，但赫然发现对方貂蝉并不出来。那这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们就跟着奎伦一起走，因为毕竟奎伦呢，他需要高伤害的输出。什么叫高伤害输出？他需要队友帮忙打出高伤害嘛。这边对方爱丽丝想要来进场观察，直接被我接了半套哦，再加上克里希的伤害。那我看到奇尔准备进场，所以我往右走。这时候克里希呢被抓之后，我的机会来了。我这边的话等着奇尔进塔，克里希一个漂亮的挑飞，之后一个斩杀带掉。这时候大刀瞬间好，再一个回跳，二技能挑飞两只之后，我们再边打边普攻。这边一个一技能直接带掉，貂蝉的话伤害有点不足，所以我就先拉掉了。那这一波呢，轻轻松松拿了一个二连杀。那当下呢，所有的这个布局，所有的技能释放呢，我们都在脑子里已经跑过一遍了。好，我们这边看到对方的凡恩，但是我们距离不够远，而且呢，我只有一个二技能也过不去，所以我就索性就算了，不打了。好，这边我看到貂蝉的位置有点近，然后又看到爱丽丝，我决定从侧翼进攻他们的位置，我可以直接二技能再加一个大招，再一个一技能搭配斩杀，瞬间收掉对方的貂蝉。那对方的爱丽丝呢也走不掉了，这时候奇尔直接刷到蝴蝶身上。我本来想说用一技能的靠近帮蝴蝶去多吸收一下奇尔的伤害，但可惜来不及。他这边拿了一个三连杀之后，吕布冲了过来，大招搅了起来。我发现我跟奎伦好像打不太赢，奎伦回头去送死之后，我回头叠了一个护盾，发现不行。那莫托斯过来解决吕布应该可以。好，他收掉吕布之后呢，我就也回家顺便补一波血。来这边的话，我又看到对方貂蝉的位置很近，我扣了一个集合。这时候貂蝉看到我位置，我先用一套伤害试看看能不能杀掉他，但看样子没办法，伤害还是差了一点，所以我就先拉掉。这时候我看到上路的奎伦一打二，我就决定了来帮他一下。这时候奇尔过来了，他变成一个一打三，我先用二技能滚过去挑飞一下奇尔，然后让我们奎伦有机会逃走。但这时候奇尔还是冲过来杀掉奎伦了。而这一波我看了一下我的大招，还有大概一秒钟。如果说对方还有人敢靠近这座塔，我已经坐爆他。这反而呢应该是没听到我的心声，我直接二技能挑飞之后大招坐下来。那我看到奇尔的影子了，我马上就先拉掉。好，那这一波的话，我又在中路看到这两只啊还是一样哦，都走得很近，所以我决定再用一次侧翼进攻。那看到对方的爱丽丝，爱丽丝还不走，慢慢走，大招缴了出来。那我要小心对方貂蝉的这个大招啊，的这个冰冻。好，收掉爱丽丝之后先拉掉，因为我们在打这个爱丽丝，其实也是虽然他是坦克哦，但是他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脆的。然后在草丛这边呢，想说要蹲一下奇尔的回这个回防路线。
那是被这个奎伦先抓到，不过这时候也有一个额外的惊喜，遇到对方凡恩，对方凡恩居然躲草，我们三个人再怎么样他也不太可能打得赢，是不是就直接果断打上去了。那这一场呢，在进场的重点你要特别注意的是貂蝉的冰冻哦，只要呢不要被貂蝉冰冻，其他都还 OK。但是由于爱丽丝本身又会晕眩，又这个大招又可以沉默，让我们位移不了。所以在对付这两只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你一定要确定自己身边有一个可以解掉貂蝉大招的队友。这边奇尔看到他会不会脚大招在我身上，果然脚了，但是脚起来不痛不痒。这一步有一个大招跳过来，爱丽丝呢是没晕到我，我还是走过来轰掉奇尔。这时我看到凡恩走过来了，所以我就选择先拉掉。而凡恩呢在那边被黏到，他开了疾走，但是还是走不过对方的凡恩啊，因为凡恩身上还有红 buff。好，那这边又没什么血了，主卡比较麻烦，就是他靠着二技能回血其实量不大，所以还是要常常回家。好，这边有一个大招坐下来是空了，不过我们就当个位移技能，连滚带打直接带掉对方的爱丽丝。那对方奇尔呢势必回家，我本来想说要去下路先去蹲一下吕布，但是这边看到他的蓝 buff， 想说就先来吃一下。来，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暴击大概就来到 50%， 每两下一下暴击。好，那我们把蓝 buff 拿掉之后，奇尔就很不好打。我在这里想要再蹲一下，看一下会不会有人来吃这两只野怪。这时候奇尔跟貂蝉过来了，我还是比较怕貂蝉的，所以想要先拉掉，有点危险。那这时候跟吕布擦身而过，但吕布感觉没要弄我的意思，所以就想说来吃一下队友的红 buff。那我看到莫托斯面临到两只英雄的追击，但他还是成功逃掉，所以想要算了。但我想要扣一个集合。这个吕布呢，我们这边有三个人，他如果想打的话，应该无敌战神也打不起来。我看莫托斯大招直接缴上去，我也跟着毫不犹豫缴起大招，那让克里希呢收掉这颗人头。那身为这个不太会回血的英雄啊，我们还是可以吃一下古龙回一下血量。那这套装备呢是有带到两件吸血装的，一个是嗜血弓，一个是全能武器，所以到后期来讲啊，也不用太担心血量的问题。这一波对方呢蹲着三个人，我先想要敲一下，所以我就用二技能再拉回一下。这时候貂蝉开大，我直接一屁股坐爆对方的貂蝉，这边再一个二技能跳飞，马上再拉掉。这一波凡恩呢是这个殉职啦，不过没关系，我们是一个一换一，有点亏，因为毕竟我们是这个领先的经济方啊。刚刚那个一换一其实是亏的。好，我们上路兵线呢也把它整理一下。这时候你看到奇尔在小地图出现，吕布进到草丛，他完全不知道这边有很多人。那我看到上路呢来了大概三个人，凡恩疾走冲过来，我直接给一屁股坐下来。但是我发现后面有爱丽丝加貂蝉，所以我又选择龟缩回去。这时候呢，这爱丽丝想走，普攻，持续普攻，这个暴击一个斩杀带掉。那对方这一波很多人，而且奇尔大刀刷过来的话，我可能会直接嗝屁，所以我们选择右先拉掉。那这一波呢是一个算是一换二。还可以，我这边呢想要从侧翼蹲点蹲这个草丛，看一下对方会不会有人过来。倒发现奇尔跟貂蝉往前走，所以就在那边蹲也是没意义，浪费时间，那我们就直接拉掉。那中路的话，看一下对方会不会有人来清兵线，如果有人来清兵线，我们直接给他致命一击。但我刚刚就不小心死掉了，跟吕布单打的时候被打死了。对方吕布现在是蛮猛猛的耶，这时候吕布呢竟然进塔，我直接挑飞，再加上大招硬是留住他，我现在伤害是很高的，一个二技能滚过来。那发现对方奇尔不知道他有没有大招，我觉得蛮危险，所以就稍微往后拉一下。我们的奎伦呢，这时候想往前上，那一个跳飞跳到两只，然后连滚带爬，我来去本来想收凡恩，但凡恩有一个疾走在。这时候奇尔呢收掉我们的奎伦，我蛮讶异的，我以为奎伦会死掉，会打死他，但居然没有。我路过的时候看到貂蝉这边啊，我先用一技能滚过去，持续伤害，大招一屁股坐下来，马上用二技能拉掉，因为我知道貂蝉会冰自己脚边。所以我刚刚如果继续待在那边，我可能就死掉了。还好我刚刚有拉走，先遇到对方奇尔，但是我这边只有我跟奎伦，所以我不太想打。这时候凡恩又路过，本来想说大招一屁股坐下来。这一波是一个四打四，我观察了一下，看到对方的艾丽丝走了过来，那莫托斯大招直接脚横上去，但这波伤害有点高。我们的奎伦呢硬是被奇尔打到残血，那最后克里希还是嗝屁。奎伦去追奇尔，我本来想说从侧翼呢去帮助他一下。但还好奎伦自己先收掉了。那这一波我还在想说残血的凡恩在哪里，本来想来找，但是又有一个貂蝉，而且貂蝉血量蛮多，他身上还有一个护盾可以免疫，所以我就不选择打。不过这一波终于被我抓到一个机会，直接挑飞两只之后一个大招坐下来。
貂蝉呢在左侧，小心他的冰冻，他的冰爆术来了 ，Oh my god， 好痛！那我们的奎伦呢，直接被冰起来，貂蝉大招搅了起来，是很漂亮啊。我们奎伦直接被秒掉。这时候你发现啊，上路吕布啊猜得很开心啊，我想说完蛋，而且这一波我们也推不了，就势必呢必须回来。对方还算是蛮有观念的，这边的话我本来想说要一次秀掉四只的啊，看来看还是先回去好了。但发现他们在吃魔龙，应该会缴一些技能。看了一下，果然都普攻。但是我想说要一个 highlight 增加镜头画面，结果直接跳上来，奇尔下了一个开大招之后，他差一点点就被我打死了。他这边一个大招坐下来，对方已经打到防御塔内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已经九塔全爆，处于一个非常逆风的状态。但是呢我们还是坚持给他打下去，不用害怕。这边成功的防守，守住了对方这一波的进攻。那这个超级士兵搭配爱丽丝，我以为超级士兵不会很痛，就是他直接把复活甲打掉，我当下傻眼，我当下呢直接叫了一声，我的妈，复活甲居然被这超级士兵打爆，我当下真是不知道怎么讲啊，这是傻眼，除了傻眼以外，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了。这时候复活甲只能卖掉。那你看一下我这个后期啊，我装备又换成了一个正常的主卡装啊，我就在测试啊，到底哪一套比较强一点的。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前面啊，前面还算是可以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啊，经济没差太多，那还是可以杀得不错，所以我觉得全暴击装还是有点搞头啦，还是有点搞头。那这一套装备呢，如果不打出暴击的话，伤害就有一点点差啊，因为暴击只剩一件圣剑嘛。这边我已经义无反顾想说就跟他们拼了，就最后我只杀了一只貂蝉，真的蛮可惜的。那对方呢就直接把防御塔给推爆了，这一场就是这样草草的、结束了。好了，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还想看我玩什么角色或什么样的特殊玩法或什么样的装备，在底下留言。那我们这一部影片就到此结束了，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拜拜。那记得把我的影片呢点个赞，希望这部影片可以突破300个赞，拜拜。